抖音美好惊喜夜是抖音美好跨年季的首场演出，于2023年12月28日晚8点举行。据悉，周深昨晚现身抖音惊喜夜彩排，很晚才彩排结束。周深出来的时候，看到生米还在等他下班，一边鞠躬一边挥手，坐在车上摇下窗户，跟他们说要注意安全。另外，周深将在今晚直播的抖音美好惊喜夜上连续压轴演唱3首歌曲。第一首歌是《冬天的秘密》，在一个月前听周深唱了一句，如果就真的爱你，听完回味无穷，这次终于可以听他独唱了，期待中。第二首是《借梦》，这首歌周深一开口就拥有顶级宿命感，道尽前世今生羁绊，超耐听的。第三首《风的季节》，超经典的歌曲，期待周深演唱的版本。周深歌声里的中式审美真的无数次打动我，真希望他唱一遍所有的经典歌曲，这才是高质量的传承，你们赞同吗？期待今晚周深带来的舞台。每个人啊，都有难走的路口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让我拉住你的双手，人生难免有颠簸，为你勇敢的我是你的吗，因为我一样有家人在等候。最后周深又有新歌上线了，歌名为《身边》，作词唐田，作曲钱雷，加上周深，铁三角再度合作。这首歌曲是央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特别节目《中国好人》的主题曲。央视网在12月27日下午以“走进中国好人，致敬平凡英雄”为标题，详细介绍了节目和《中国好人》。文章最后说，仅以此曲献给16984位中国好人和每一位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你。必须指出的是，节目是中央文明办主办，中国文明网承办的，而中国文明网是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的门户网，可见节目意义之重大，主题曲之重要。从年初的2023春节公益曲《新归处是故乡》，到中国品牌日年度主题曲《梦想的远征》，到红旗渠精神《如许》，再到西藏宣传曲《同行同往》，亚运会推广曲《爱达未来》，广州南沙宣传曲《同心圆》，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主题曲《我已渺小爱你》，到现在的《中国好人》主题曲《身边》。相较于前两年，周深今年发歌不算多，而红歌和公益作品却占了差不多30%。这种从流媒体平台到央视，从各地政府机构到国家机构，以及各种大佬级主流媒体的认可，是对周深时代之声和为祖国而歌唱最好的肯定，也是一个歌者传承的重要体现。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认可更是弥足珍贵，更难得。最后由钱雷、唐田、周深合作的《身边》太温暖了，一首非常感人的歌，致敬平凡英雄，致敬我们身边每一个给人温暖的人们。期待新歌《姻缘》正式上线。我会带着生活给我的感动，走在街头巷尾人来人往中，用我平凡的工作，我再难得了，我办这个女高中是对的，我就把命搭上我都应该的。和你并肩追梦的同路者，我是一个女人，我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，我得对得起大家。都曾怀抱四季之年月有冬，我会带上一把伞，也会多燃一把火，如果你需要时我会在这。每个人啊，都有难走的路口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让我拉住你的双手，人生难
也走向明日的辽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在2023即将结束之际，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历过的一些烦恼以及可能的解法。曾经困扰过我的一个问题是，作为 I 人如何面对社交压力，有哪些实用的社交技巧。对此我的解决方法是减少内耗。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些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的，会觉得是不是会不会此时此刻自己没有去解决这个场景的尴尬，会不会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，或者是自己不够礼貌。那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刚入到这个社交场面的时候，就先把礼貌的事情做了，就可能打招呼或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后面呢就你去感受那个环境就好了。如果就是没什么好聊的，也没有必要硬聊。我觉得不要硬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，就如果硬聊的话反而会把可能聊天聊得越来越尴尬，所以不要硬聊，然后做到礼貌然后就行了。其他的我觉得顺其自然吧，然后一定要减少内耗。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爱人都会比较可能自己苦恼啊，或者自己会去思索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就是尽量减少，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减少这样的内耗，然后就让他去吧。好，那如果你也经历过类似的烦恼，欢迎分享你的回答，也想学学你的方法，让我自己也尽快的解决这些烦恼。咱不看，咱就看英文可以吗？错的，这是英文是错的，英文也是错的，是吧？嗯，这块应该是什么？这是下一句的。立活动的加多西亚，那个什么 L O O N Z O D， B 打头那个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。这是对的，我的妈的那个那是我家的另一对，对对，就对了。我从，来接下一句。家的对，就是，啊，就对了。对，现在对了。